各位同学，欢迎来到金读广东话教室，我是 Miss Wong。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广东话是没朋友。没朋友平时可以用来形容对事情有强烈的感觉，例如是哇，你的 lunch 咁正嘅？系啊，我寻晚买噶，你睇下呢份 A5 黄啊，真正到冇朋友啊！哇，系朋友整件嚟，有而家都冇朋友咯。喺呢个情况 ，Bonnie 系想讲件黄牛意上鲜美，令佢回味无穷。不过喺面对毒品嘅情况下，就会有唔同嘅意思。唉，呢排翻工要读书，辛苦好大压力啊！哎呀，唔好咁啦，咩事啊？草嚟噶，索两啖 ，high 到冇朋友，到时咩都唔记得啦。你剔嘢啊？呀，有咩问题啊？都小事啫嘛，个个都系咁成噶，唔好生人唔生胆啦。阵间试一次俾你睇。各位同学，喺吸食完毒品之后，会令你神志不清，甚至有可能因为买毒品而犯法，最后真系冇晒朋友，甚至系家庭。对唔住啊。你都是当我哋冇识过啦，所以 Miss Wong 喺度奉劝各位，千祈唔好尝试吸毒，吸毒错到冇朋友。Miss， 咁黄牛啱唔啱啊？黄牛可以，我收工揾你啊。好啊，今集嘅金读广东话教室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